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杰石，今天呢又来打传说对决啦！奇怪，怎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打传说对决啊？好，不要再提醒我了，我知道，吃鸡吃鸡 ，OK， 我会拍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就来开始吧。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等级已经到了12等了，哇！比起之前的5等实在是有够强的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又有了工会，但我也不知道工会是干嘛的，我的狂人战朋友邀的我就加了，好，直接自己单排，好。不要再找队友了，上次找那两个队友，然后结果挂网挂很久，反而被抢走了，那我就赵云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队友闪电侠，你们看过闪电侠吗？我目前是第一次看到。我原本想要选范恩的，因为我觉得范恩就是跟逆命很像，然后我用了一下也觉得还蛮合的，结果被选走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能选赵云。大家看我玩赵云应该看腻了吧？还麻烦你们不用一直私讯我说要送造型给我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大家不用那么客气。哇，闪电侠好帅啊！哇塞，这跑步的时候有电叮叮。哇，好帅哦！怎么样才可以拥有闪电侠？这只我记得好像蛮硬的。里面是来了，你要真的要跟我玩是不是啊？你真的要跟我玩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真的要跟我玩啊？佩斯，你真的要跟我玩？你确定你要跟我玩？确定要跟我玩？拜拜！对啊，我刚刚按斩杀怎么没有立即有？我刚以为我会杀不了他。为什么我的队友都快来帮我了？我们这边上路3只是干嘛？哇塞，我们这样直接上塔，直接破一波哎！我现在赵云不会带急走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再笑了，谢谢，可以。啊，上次第一次玩赵云带急走是怎样啦？是有怎样的吗？还好吧，就第一次玩啊，这里还好。我们要进去喽！然后跑走，你们想杀我？我突然间死掉了，有毒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有毒啦！哎呦，这个木家爵有毒啦！哇，你好毒！没有人知道我在唱什么 ，OK， 没关系，总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唱什么。不信你上网搜寻张学友，你好毒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好像很猛哦！对。反正我会改进啦，你们不要管我。接下来我会让你们看到什么叫真正的赵云，而且是长山赵子龙。没有啦，我刚刚的意思是说这一命过后，我就让大家看到什么叫真正的长山赵子龙，不是刚刚那一命，是接下来这一命。好，反正你们就等着看 ，OK， 接下来这一命绝对出乎你们的想象，你们觉得意料不到。我每次这样脑冲，观众一定觉得我很废。哇，我们的塔要直接被进来了吗？你干嘛啊？你不是猛？对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真的不想要讲，就是双杀，没有，我没有什么话说，就是双杀。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就是我这一支这一命，我就要让你们见识到什么叫长山赵子龙。你们见识到了吗？对，干嘛？没礼貌，没水准。哦，这样直接给我抛了一个爱心，我已经是有老婆的人嘞，这样子抛给我个爱心，这样子可以哦。完了，730，烦，到时候要拿 VIP， 不是 VIP 啊 ，MVP 啦 ，VIP 是到底有多想要成为 VIP 啊？不是圣杰，你刚才干嘛？圣杰，你不是想拿 MVP 吗？你为什么？曾经有人问我会战的时候为什么不退，我跟他说，我认为队友的性命比我的性命还重要。如今我死亡了。一模一样的问题，如果再问我，我会说没有啦，是那个啦。哎呀，你这样直接破进来，你势如破竹啊！你们这样是破竹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刚刚你们看出来吧，我其实不是认真打，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确定输了，所以我才这样打，不然的话我刚刚不会冲进去。这次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防恩，真的，因为我的防恩真的很猛，猛到一个吊渣，我直接抢防恩。我告诉你，凡恩我面角啊！我今天直接讲一句话，凡恩我面角。如果我打凡恩，要是输了的话，
就输了，就输了，不然我反正我是觉得我反恩不可能会输了，不管你们怎么想。方恩对方恩，哎、欸，来，方恩对方恩，我来看清楚哦，方恩对方恩，这就是技术的展现喽。怎么样，吓到了吧？怎么样，吓到了吧？没想到吧，方恩，你今天遇到了方恩之神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好今天是遇到我，哎、欸。谢！哦天哪，好痛哦！这个防恩哦，真的不行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把优势哦让给别路，好不好？我们上路稍微退一点点，被压一点点，可以啦，没有问题啦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吧？哎、欸、，yes， 没想到吧？是不是没想到？嗯。不要点点点了啦，真的不要再点点点了啦！哎、欸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！哎、欸，对，我怎么那么笨？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笨？他已经上四级了，我还这么乱跟他打，想不到我这么笨吧？然后真的队友真的都不来帮，他真的都不来帮我，他们真的觉得我可以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来了，哎、欸，双杀 double kill。我说 double kill， 但是没有 double kill。我说 double kill， 还真的没有 double kill。嘿，真是过分！搞什么东西？这是过分！我现在还没穿皮鞋，我应该直接哇吼！要 PK 是不是？要 PK 是不是？大杀特杀！你还以为我真的会怕你？我算本001啊！不小心把你杀死，你要记得哦，你这样子会被我打哦。你要，怎样？哦、我无人能打，我无人能及，无人能打。我还在飙，他就扑我猫杀死了。天哪，我还在飙，哎呦，刚刚要是没有镜头的话，我就赢了啦。真的是因为镜头的关系嘛？原本想说保持零死，但看来是没办法。511 ，OK， nice， 可不可以？一直没有对到招，可不可以？啊，糟糕，我刚才干嘛？你真的要跟我打吗？你是不是真的要跟我打啦？对，等一下，啊！得意忘形啊，圣洁是得意忘形，我被打到像智障了啦！爸爸妈妈救我！你们这样子弄我，你确定吗？可以，我刚干嘛退？是时间暂停，不知道现在那个这款游戏里面有没有圣粉002、圣粉003了？哎，不是我杀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刚那个气势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等。我才暴击2000滴血啊！靠，这什么输出啊？傻眼猫咪耶，无眼薯条哎！哎，嗨，你怎么那么巧碰到我啊？你知道防恩为什么杀不了我吗？因为我才真正的防恩。哎，不要乱喷哦，建议你不要乱喷哦，这样真的很没礼貌，不要再乱喷了。再来一个，哦，啵，谁是防恩之神？谁是防恩之神？谢谢，来看一下 MVP 是谁？哈？寒风世界 ？Why？ 不是我吗？朋友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看起来像是很介意嘛。大家现在知道我防恩的实力在哪里了吧？其实没有啦，我玩防恩其实也是玩个一两次、两三次而已啦。来吧，我走下路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目前玩过的角色真的很少，真的很少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要打我啊？但是你又打不到我，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、很沮丧啊？哎、欸，我急，
不是我击杀，不是我的头，是不是？啊，没关系啊，再一头就输了嘛，再一头你低端，低端，再一头的都低端，不准再一头，听到没？你好像不懂事哎，你真的想跟我打哦？你真的想跟我打是不是啦？我刚给你面子，你还真的想跟我打、哦，傻眼哎！去你妈记得条！没有，我不是在骂别人，我在骂，我是讲他的名字而已，我只是对叫他的名字。哇塞，我现在直接这样这么顺利，这样合法吗？喂，我们直接拆到家里面了，不行吧？哎，去你妈记得条！你在干嘛？你真的以为你打得过我对不对？哎，他真的打过，他真的打过，我死都把你带走一个。我就活下来了，傻眼呢、欸！多梦是多梦，来是多梦，哎呦哎呦，不要在那个圈圈里面，你是多梦，你是多梦，你阿猛是不是？恶魔在身边哦，阿猛哦，哎，恶魔在身边，阿猛有看过这部剧的应该很少吧？当时是真的蛮红的，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小朋友没看过。哎，他这样跑走，我觉得，啊，算了，哎，完了，我不行，回家。真的要回家。来，我们中路支援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啊！我们的好朋友现在好像被追，你追我朋友，你追我朋友，确定？哦！做人真的不要太得意，嚣张没有落魄的酒。哎，赢了啦，怎样啊？所以我说，我范恩，我玩范恩胜率是 100%。谁 VIP？ 不是 VIP， 谁 MVP？ 我的第12次 MVP， 没有人给我赞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赞，就只有我没有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有赞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赞？我 MVP， 然后没有人要给我赞，我不玩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在这边告一段落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请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 MVP 没给我赞，那以后谁还敢为团队付出啊？拜拜。